你不进去跟舒白少爷说话呀？我懒得理他。 敲过门，钮小姐说不管多晚，她都等您要跟您说话。天明她就走了。知道了。 他将要做出的决定将是唯一的两全之策，但同时，他的感情也告诉他，这个决定伴随的将是永久的痛苦和无尽的相思。 您说什么？陆书白，他在香木镇。您跟着一起去吧。正好，好好的跟他说说话。他这一走，以后恐怕就不会回来了。大小姐，您就这么着，让钮丫头跟书白他走了吗？ 那您日后怎么办呢？我有许天。你当真要走吗？是。我要去找舒白。你准备到哪儿去找他？先去京城看看，如果找不到，再想办法。 在京城找不到他，或者他已经死了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无论什么地方，无论他是死是活，我都要找到他。 就算白来，给舒荣添堵，还不如没音信了。我跟舒荣约好了，在镇东头见。
喝多了吧？我们一起走，少喝点。走了，撤。送书来，不差人送了吗？不放心，我得跟着。你去更麻烦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家脱得了干系吗？我就是怕出事儿啊。快走走走，你小心点儿。凑这热闹，镇上转转，烦。你们大老远的从京城来这儿公干，也不嫌累啊？累呀！我们办完了差事，立马就走了，碍不着您事儿。这可是徐家的马车，所以我说嘛，不碍您事儿。方爷，可要是您非得跟着趟这浑水，那咱这脸可就撕破了。方爷，我们也是公务在身，没法子。要不您把我们哥几个给卸在这香木镇？那得看爷的心情了。下车。叔荣，别怕，有我呢。徐家少奶奶？哎，不能啊，这少奶奶这深更半夜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们要抓的那是乱党死囚陆书白。怎么就你一个？这空车要上哪儿啊？到山西接人。坏了，走。翠儿，舒荣呢？问你话呢，走了。这陆伯，你要送我去哪儿啊？大这儿，太这儿，镇子东头。上车去，爹啊，还是不孝。老爷，我等你回来。两个苦苦相思的有情人，终于相见了。千难万险，千辛万苦，都在顷刻之间冰消雪融。也就在这同一时刻。两人同时体会到了舒荣的良苦用心。舒荣呢？哎呀，我哪儿也不会去。放心，一辈子就在这个院子里了。他回来了也好，以后
树白就是从前许门里的那个陆树白，我跟他的缘分彻底尽了。你别伤心，我的心定定的，真的，你信就是了。我信。什么都不能与舒荣那颗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的心同日而语。都走了，都走了，我真恨不得我。您早点回去歇着吧。怎么改呀？以前您是怎么叫我的？叫大小姐呀。以后还是这么叫吧。啊，大小姐。陆博，早点歇着吧。秋实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消息还没有得到确认，只是听说梅校长下了决心要解雇你，不过还没有见到正式的通知，也许还有缓吧。
就不用安慰我了。书成，想开点，凡事往好处多想想。你说，我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其实我们大家都有难处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书成，我还有课，就不多陪你。林校长还说什么了吗？没特别说什么，只说以后请司长还多关照一下燕大。司长，曹大少的秘书在楼上，一会儿我来办公室里见你。下午再说吧。这么大谱，下午我就没时间了。哟，燕大解聘了，也好，以后专心仕途更有发展。一个穷教授，徐司长怎么会稀罕你？你有什么事儿说。刚看了燕大的解聘信，就看见5000大洋，刺激吧？这是什么钱？给你的钱。给我？为什么要给我钱？曹大帅选总统，议员们投一票5000块，这是你那一票的。算是贿选吗？要没有这5000块，您这一票要投给谁呢？没想过吧？其实投谁不投谁还不是一样，关键是你有这一票的权利。现在知道国会议员的好处了吧？不投行吗？可以，但没您这票，估计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大家都收了，徐司长收着吧。走了。秋实，出来陪我喝酒。这笔钱，你还是收了。恭喜恭喜，恭喜发财！而且还是一笔不小的财。啊！恭喜恭喜！喝酒。想不明白，书成，你说你拿这笔钱，心里就没愧吗？国民议会是什么？是民主参政监政的机构，那怎么就成了为军阀敛财的工具了？
我从来就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国会议员，我他妈从来也没被任何政府工作。听听听听啊，徐书成，徐大教授说粗话了。来请。1919年，我留洋回国，我满腔的热情，我本想开国民的心智，树国家的风尚，可我没想到会落到如今的样子。国民政府推翻了清王朝，我们本以为能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的政府，可是国民议会却利用国民政府去贿赂选举，选出民国大总统。国民政府和前朝有什么区别？书成，书成啊，下来说。书成，下来。那你觉得啊，问题的根本所在呢？心里知道，国民。假使我们的国家有一天，我们的国民可以意识到他们应该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去争取的时候，国家就强大了。书成啊，你现在不做大学教授了，又辞去了国会议员的职位，你将来有什么打算？这只断了线的风筝吗？你怎么这么没有规矩，这么没有礼貌？这个风筝是你的吗？那我帮你把它捡起来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谢谢？
态了。您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那奴才怎么办？看着失去九五之尊，仍被前呼后拥奔回红墙之内的那位主子，舒城不由得在心里问自己：同样是失去，而自己以后的归处会在哪里呢？内队缴械，窃国贼曹锟交出国印，欲有抵抗，就地处决。朱站长，朱站长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慢点吧，这皇宫。清训帝出宫，是内阁议会的决议，负隅顽抗者，杀无赦。都给我闪开！来这儿了，这儿不是你该待的地儿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都和你没关系，你赶紧走。你不要把皇上撵出宫去吗？皇上？什么皇上？谁的皇上？舒城，现在是民国了，世上没有皇上了。吕团长，别跟这些医老医少啰嗦，上面还等着我们复命，抓紧点。是。准备。成，你别在这胡闹！别胡闹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清皇帝出宫是已经定了的事儿，谁也不能改变。定了？谁定的？是你们定的还是皇上定的？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多少人真正在乎定了的事儿？民国初期，也是你们定了和皇上的补偿条款，现在又是你们定了让皇上从这儿搬出去，定了。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就是定了的承诺。你什么时候成保皇党了？你再这样胡闹，再不走，连我也保不住你了。言无信，行无道，贪婪成风，腐败成群，这样荒唐的民国建立起来又怎么样？这样荒唐的世界，我就算活不了了，又有什么遗憾？舒城，你疯了吗？团长，别跟这些人啰嗦，准备射箭。预备。牛刚的这一枪救了徐舒城的命，同时也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宣告了那个时代的结束，并且预示着书生们的命运将再起波澜。先生您好，您的请柬。啊，我们不是来参加活动的，我是真景先生的朋友，烦请通报一下，在下陆书白。对不起阁下，今天是我们满洲大东亚共荣教育界同盟联谊会，您的私人会务，请择日再来。实在抱歉，打扰了。在下陆书白，与真景先生同是山崎静思老师门下的学生。我的老师给了我一封信，想让我交给真景先生，不知道阁下是否能代为转交，我想等一个回复。交给我吧。卢さんたちは今どこにいる？下の階にいます。ルーさんたちを今すぐここへ連れてきてくれ。
二人とも突然訪ねてきたために招待状がなく、そのためこの中までは入ってこれません。记得，若没记错的话，在恩师六十寿辰的宴会上，我们还曾小叙过。是是是是，哎，一别已经是数年了，真没想到，前辈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并且为大东亚共荣做着巨大的贡献，叔伯真是惭愧。啊，不知道恩师托叔伯带来的信，前辈是否看过了？看了看了，真是让我感动，能在异国他乡受到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关怀与问候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万分感激学弟的劳苦。应该的。这位是？哦，忘了介绍，这是我太太，也是咱们的校友。前辈您好。在恩师六十寿辰时，夫人也应该去了吧？对对对。是的，是的，去了，只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成亲。我记得上次所有的女孩子都穿着校服，唯独一个中国女孩子身着美丽的旗袍，坐在叔伯的身旁，想必就是夫人您吧。前辈真是好记性，居然还记得我。我记得当年您就夸奖过我的旗袍。那么我想今天的这个礼物应该是很合适的。记得那年的宴会上，你也是携夫人去的。夫人的身材与我相仿，所以特别定制了一件旗袍送与夫人。前辈，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的夫人已经过世了。实在是抱歉。实在抱歉。太遗憾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八个月前，在大东亚圣战的转移途中。实在太对不起了，都是我的礼物勾起了您伤心的回忆。没关系，其实夫人在世的时候，我是很想看她穿旗袍的样子。其实我们这次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老师托我给前辈带了一件贵重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在这恐怕是不太方便。那二位请随我来。好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この件は知らされ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。真面目なのはいいが、場合にもよる。お二人は私と妻の友人なんだ。はい。老师出案上的宝物。是啊，
这是老师父亲从中国带给老师的一方古砚，可是圣战开始以后，老师就不再用它了。老师恐怕和前辈还有叔伯持不同政见，因为老师常说大东亚共荣应该是相互的尊重，而绝非是战争。前辈，对不起打扰一下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刚才突然想到，能否为您试穿一下本来要送给嫂夫人那件旗袍，以示我们夫妻俩对嫂夫人的一种缅怀。真好，非常感谢，无以言表。那夫人，请。请稍后。难得老师的一片情谊呀。是是是，老师特地嘱咐我，让我把这样宝物交给前辈，一是希望前辈依旧能够睹物思人，记住老师的谆谆教导；二是如果有一天前辈回了日本，老师也希望把这样中国的东西依旧留在中国。不知老师现在的境遇如何？不太好，前辈一定知道，像老师这种人在本土被称作左派。老师毕竟是个文人呐，但我作为军人，我相信圣战一定会取得辉煌的胜利。叔伯想的跟前辈一样，这样东西价值不菲，前辈把它收好吧。你要尽量的快一点，前辈一会儿还有公务，咱们千万别耽误他太久。好的好的，马上就好。旗袍穿在夫人的身上，那真是太美了。前辈，就让我们夫妻二人用这一番心意来告慰夫人在天之亡灵吧。谢谢。将军，您该准备讲话了。啊，前辈公务繁忙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那我们告辞了。哎，不不不，先别走，我邀请二位一起参加舞会，等活动结束后，我们再好好聊一聊。好，那我去把衣服换下来。不，夫人，您就穿这身旗袍。也好。衷心的感谢大家的光临。今天来的诸位，都是曾为了大东亚共荣所做出贡献的有识之士。真景为诸位所做出的努力，向大家表达衷心的致敬。今天，我现在就可以动手。那么仓促，也太危险了吧。早晚都要冒险，这是最好的时机。也是。来，让我们大家举起杯，为了辉煌的大东亚共荣事业，干杯！干杯！给我加两块冰，谢谢。
将军阁下，刚才您在上面讲话的时候，真是风度翩翩，有大将的风度啊。夫人过奖。这身旗袍穿在夫人的身上，真是体现出了一种古典的美。谢谢。本来这个旗袍也是出自大家之手，就是想送给夫人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。没关系。哎，陆先生呢？啊，他去卫生间了。将军阁下，我有没有荣幸陪您跳一支舞啊？